谢，就感谢陈诗雅。没有，我们还是希望让以后可以多多找我们上这种吃饭节目。而且今天差点要直播，而且他忘记了今天。哦，对，我忘记了大家，我正在直播。我要开直播哎！大家好，因为我们拉瑞姐姐她只带一个脚架，然后她就欢迎大家去欢迎大家去王一家的直播间看我。我今天应该不会理会这一台手机，抱歉了大家。就是这一台是那个我们的让你动起来侧拍，然后这个是二机，然后主机在让你动起来，谢谢。对不起，真的今天这是侧拍哦，所以如果要看我的话可以。但是拉瑞姐姐应该是会跟这一台互动哦，对，因为拉瑞姐姐会手持这一台。对，他应该有说好吧。说不好。哎，看看我们滤镜差那么多。对啊，你好，我很真实。可是我没有调、哦。但我磨皮。我没有调、哦。看我们上次的。是可以给大家看的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可以给他们看吗？这是我们上次的照片。因为上次的粉丝是指定爱心的动作。哦，对啦，它是那个旋转相框，然后里面是我们的相片。然后我们背后就会写，我们背后就会写那个。手写信，但是我们还没写，我还写，大家要等等我。哦，可爱，有人很满意哦。嘉瑞姐晚安。晚安。嘉瑞姐今天很有元气哦。嘉瑞姐，元气的卡。今天昨天是没洗衣服，那不是肯定的吗？衣服是需要每天洗的吗？对啊，我也觉得好像不用吧。这样子太浪费水了，太浪费水了吧？你不知道偶像是不会流汗的吗？我们喜欢那个珍惜。谢谢天灵，那个对，就是有一件事情还是需要必须要跟大家拜托一下。来来来，你说，就是呢，我们现在在累积我们 AKB48TV 的肌耐力榜，然后呢，距离是什么时候减？25号，八月25号前，我们的集体目标是到10M。没错，但我们现在多少？现在4M。这个有时候总是会有一点点的业绩压力。没错没错。啊，这是我们必须宣传的。哎，对。欢迎大家送枫叶。对不起，谢谢大家。有，他们说有梦最美。枫叶是最便宜的礼物。就是只要关于让你动起来，就是活动衣的礼物都可以。已经到夏日季节了吗？已经到这时候了，已经到夏日季节。老胡嗨，老胡姐，很帅哦。我因为我完全忘记要直播这件事情，他真的忘记，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手机有没有办法撑到。而且我是开直播，要开直播的时候呢，蔡澜就突然说：“哎，我好像也要。”八月都要发六单，对，今天的来宾是丽，他非常的厉害，而且他很好聊天，知识超强，对，他已经跟我们大聊特聊，看起来是会丢礼物，等一下他直接火箭起飞，发力 flag， 谢谢，谢谢，等一下我必须给我的手机一个空间，我要把那个名字贴起来，我帮你贴，我帮你。这么突然吗？我已经放下了，我要自己来。反正戴项链的，把它拔掉。我今天会很少跟你们讲话哦，就对。你们今天纯粹是一个侧拍的角度，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当作是。让你动起来的花絮，那要看正片的话，麻烦大家去让你动起来的那个官方浪来。战斗力挺不强的。所以我有一张 A5 和6B，你们是不是都没有换？我们没有。对，因为你们没有用那个。对，你帮我拿一下，我去放东西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就是可以不照它。这是没有照这里。我现在就是有一张 A5 和6B换证。你好吗？你要看哪一台？好，
好，这一台好了。哎，我可能还是这台照你。那我看。我们直接出道。运动前分享这个，对呀、啊，这很好见。我们拉瑞姐姐也有去吃哦，来分享一下你的感想。像我们的经纪人应该是要分享一点它的口感。但我没有动起来的需求。但是你可以分享那个啊，和牛的口感，100分，还有它的寿司。表达了他对很多关心，真的很好吃。然后他没有听到我在讲什么，他现在在做什么？他已经开始运动了，他已经开始了吗？哎呦，这是教练跟我们的差距，56分了，好像快要开始了。有任何计划吗？因为我们一开始还是不会算的，所以我们一开始真的是泡在里面泡菜，超久才拿起来。但是呢，后来就是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台的，大家可以去菜篮子台看一下我的真实肤色，然后再回来这一台看一下。它看起来很亮。对啊，但我不知道什么它可以把你亮，就是有点你的内置镜头。对啊，我的内建滤镜很贵。现在这个是我的真实滤镜，真实肤色，可能再黑一点，比拍起来再黑一点。嗯，但这台就是有点夸张了。不会，你的脸跟你的脖子一直是两个颜色。是吗？但我头发跟我脸是两个颜色，你有发现这件事？这件事我很意外。但是，而且你好像，我不明显吧？我的色差不明显吧？但是蛮清楚可以看到，就是你的头发跟你的皮肤就是两个不一样的颜色。那蛮自然的吧？就不会特别想要点出这个问题。对，但是你的头发跟你的睫毛可能比较像一点，是吗？我是认为他们应该是同颜色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大家讲真吃和牛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真的很好吃，和牛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。而且不止和牛，还有冰淇淋也很好吃。冰淇淋也很好吃，但冰淇淋是最胖的。但是很好吃。老虎姐、啊，我们昨天晚上吃了和牛，好很棒啊。还有冰淇淋，很多冰淇淋。很多啊，还有真多是多多啊，就是很健康的那种程度。冰淇淋怎么会叫健康的程度？他搞的是低脂冰淇淋。不会啊，没有变胖，看起来很瘦啊。是不是？你看老胡说了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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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他们说今天要加菜单吗？没有。哎，我们昨天吃那么饱，今天应该不用加菜单。不要害到思思好不好？不要害到思思。不用加菜，我们昨天吃那么饱，还要加菜。差不多5个以上，现在几分啊？现在58分了，58了，好像差不多。你们要不要先转一个一个来？等一下，这个先。我先。你要不要转去你的？没有。恭喜拉瑞姐姐的个人直播首秀。你转了吗？她转了。看医生。因为我每个礼拜一、四、五、六、日要看中医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怎么转？像今天是播晚的。切换机。看看，一个小时应该。因为像今天结束5:06，那如果我跟你说嗨嗨，提早就知道了。那如果今天过去，我们大概6:10，因为今天这个时间快要满了。那应该算是对。待会儿看到我们很奇怪的时候，要不要？你的网络会不会比较顺啊？有点自己的网络，最后要讲。像今天搞到5:45才结束。算是牛奶冰吧。牛奶冰。这样有比较顺吗？发问。好。什么时候被传到？对，被传到。很顺的感觉。你们两个要一致性啊！它是全厚，全厚，它金色的。那请我们老何这样用。
自我介绍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吴。今天要上泰拳。居家泰拳。居家泰拳。所以你们也可以在家里打。对。老吴帅吗？那没有全套的话，老吴蛮帅的吧？是蛮帅的、啊。好像也是。可能视觉上吧。视觉上可能会，视觉上。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健身房。今天健身房啊，我们主要是工作室的规格，然后我们有瑜伽，我们有泰拳的训练，我们有重训的训练，都可以在这边让大家来运动一下。然后我们在市民大道三段的143号二楼的地方。我发现老胡每次讲今天健身房都会讲出新的东西，对，他这是多了一个工作室的规格，工作室的他之前没有讲过的，而且我就是因为很多人看到我的线动作就说，哎，你们怎么最开始运动？然后他们说这间健身房看起来是非常有在健身，对，他们说看起来超漂亮。肯定是没在健身的吧？我就比较偏向于你当初在设计的时候，是你设计跟设计师讨论的时候，老胡姐姐参与了设计，太强了吧？对。那我们赶快放一下，大家等久来宾，欢迎我们今天来宾丽丝，嗨，大家好，两位可爱的，哇，很赞，他们真是超级厉害，跟着做。国乐出来的，对，从小学国乐。觉得昨天哪个最好吃？面面就说，我觉得学国乐都有一种气质。然后和牛寿司啊，和牛寿司吗？我觉得是不是就有那个国乐的气质？可是其实我一直都不觉得有哎，只是每次大家看到我都说，其实你都会有一种就是好像不能亲，就是没办法亲近，就是不是我想象中的气质，不是这种感觉。那你是会很有魅力，对，然后很想要。因为睡眠多，其实蛮多的，但是我不爱吃白饭，所以都是晚上。那和牛还行。现在因为热门时段，就大家下班的时候可以陪伴在大家身边这样子。所以大家如果下班觉得很心情、身体很疲惫的时候，欢迎去看思思。对，我是浪上新主播，大家好。啊，哪有新主播？超级资深专业，思思是资深前辈。哎，大家都不习惯吧？他在 YouTube 其实也可以搜寻。我有听到他很多 cover 跟自己的个人，然后还有出单曲，大家有没有？我今天一来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嘉义网友就跟我说，哎，思思，我看你的 IG 什么的，还知道我养狗啊，然后什么的，哇，我真的觉得只要看他们小小年纪，他们都会做功课。请给每个赞。他们的冰淇淋真的蛮好吃的，冰淇淋推。但是呢，还是要请你量一下向心台。我没有吃到鲷鱼烧啦，只吃到冰淇淋，可恶！就是跟之前一样，因为我之前没有吃到鲷鱼烧。我现在就是抽，只要送偶像海报，就有机会可以抽到我们的教练课，加上顶巴黎的测量。大家如果对我们这边健身房非常的心动，然后想要跟老胡有一点近距离，谁最容易失控？现在照谁？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对，就是偶像海报呢，就可以开始一场老胡粉丝见面会了吗 ？Yes。OK， 而且体脂 OK 耶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体脂 OK， 然后介绍一下女性一般的体脂应该多少？20到27都是健康的。哦，这么健康，好开心哎！近期没有在运动。我每个礼拜都会去打羽毛球。哦，那就是有在运动啊。以前都会健身，但是这有点怠惰。那就代表你保持得很好。希望继续保持啊！疫情期间，然后就开始乱吃东西，这很难免。我觉得这很正常。对，那我疫情期间开始叫一些外送平台之后，然后就不得不叫到免运，然后一个人就会吃，我也是，我会吃超过一个体量，自己一个人住，然后就会很惨，你就是要凑满200块，对，好痛苦。你看你好不容易买到
160块，可是再40块加运费，就多买一个饮料，对呀，就多吃一点没关系嘛。原来大家都这样，那好，苦笑的人。OK， 好，那请导播赶快。哦，对，我们要宣传一下我们的榜一，我们这次榜一超级特别，因为我们下一周就是我们最终的这个主题最终的总决赛，总决赛，最后一集，周一是最后一次。这会是我们练习，然后下一次就是揭晓。没错，我们的体质是怎么样的？大家只要这次到榜一，就可以获得8月22号的入场资格。而且当天还可以跟我们两个一起合照拍立得。总榜一吗？对，总榜一，今天的总。加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走，再一次。回来了。四，平衡三、二。一回右脚打直，压下去，膝盖伸直哦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我们休息个20秒钟。我刚刚只有我穿的袜子，但是穿袜子很好平衡哎。很好平衡吗？有差吗？我觉得有哎，要稳啊。可不有闪退的问题。上个礼拜都是我在不稳，今天都是你在不稳。还是项目是我的弱点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一样哦。一只脚各6次，所以3次3次。等下回到左脚弯着，刚第一个动作，第一个90度，好，一样往前走，3次哦，四、三秒、两秒、一秒。健身房的网络没有伸直。你没穿袜子，人家不稳哦。对呀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然后再一次往前走，四、三。二压好一回，来压直四，压好一回，来压直四，膝盖后面，大腿后侧，好往前走，翘起来走，小心平衡。限制蛮高。二三四，然后小心扶好哦，好右脚打直。四三二。一往前走，压4秒，三、二平衡，一回来，右脚直，四、三、二、一回，最后一次往前搓一个，搓一个，四，小心，二、一回，右脚直的最后一次哦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休息20秒。袜子真的有差，发现最稳的永远是来宾。对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之前的经历就是我们很喘，然后来宾都说，可是我觉得还好。你要不要再做几组？我们也可以跟着做啊，不然在意我的感受。是不是？大家可以跟着做。啊、他们绝对没有，你看一看，来，教练的肌肉太性感了，一圈粉。这是罐头吗？罐头，那应该是罐头吧。这个罐头按出来，哇！第二个动作，哦，有啊，有人说有在做，哎，真的假的？有跟着做，好感人，八分，他就是一个有跟着做的，这是这个礼拜以来第一个，他要跟着做啊，是不是？难得有一个跟着做，好，第二个动作，一样，我侧面给你看，很简单，就这样子把你们的两个脚背并在一起，好，并在一起之后，稍微抓着你的脚尖，抓着你的脚尖之后呢，让你的手肘。把你的膝盖的这个地方往下压着，然后身体微微往前倾，然后抵着5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然后放松一下，放松一下，然后这样，哎，这个蛮舒服的，再下去一次，来，五、六、三、手肘要压哦，二、一起，然后拉一下，拉它一下，然后再下去一次，五、四、三。二手肘压，一回来再松一次，总共有6次哦。松一下，松一下。我想要让髋关节下去。And go， 再一次，对，把你的髋关节打开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松它一下，最后2次哦。那感觉筋蛮软的，对不对？我比较软。软多了。我今天很硬。你是最硬的那一个。他以前是
跳舞的、啊。好，再加一次哦，来，来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听说很多人吃完，当他最后一次了、哦，让、okay 啊、一下，让一下。因为和牛算真的对大家很好，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吃了很饱，每个人都有吃到黑五和牛。五秒，压轴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好，回来，好，缓和一下，我们站起来，好，最后一个动作，好，等一下帮我数20次，就总共20次哦。然后一样，我从侧面给你看，开是叫开胯，开的时候，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有膝盖的这个动作。等一下开的时候，让从这边打开，然后上来的时候压一下脚背，转到右边，对，左脚一样转到左边，最后是给亲戚跟邻居吃的。来三，开始，四打开，五打开，六七开，八九，没事没事，没关系。十再十个来，一二三开胯，四开，五六七。八九，店家怎么了 ？OK， 要喝水喝水。好，休息一下下。我觉得穿袜子比较稳，我后悔。对，教练，我想要学那个，就是网络上他想拍影片，那种20秒，然后看起来很厉害，那种对啪啪啪，对对对，然后还一个回勾，一个回，然后这样。要有一个套路在，对对对，要有一个套路在。我们可以吗？我们有空可以，今天可能先不要。今天可能偏居家一点点，今天偏居家一点。有空我想说今天比较战斗，我想说现在可以来个拍个大片这样。我现在跟大家更新大片，就是今天的防疫呢是以官方的截图为主，观摩后官方的截图为主。没错，大家加油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获得8月22号的入场资格，来跟我们一起拍照。对，就是今天的防疫就是稳稳拿到入场资格，对，你不用抽会员了，你就是拿到了。恭喜你今天榜一，加油加油，赢到最后一刻。那我们抽奖剩下4分15秒。那个有拿我的小号可以用我的名字帮我丢到榜一，这样我就可以去了，是这样子的。这个跟基因有关系，因为每个人可能肋骨它生长的幅度不一样，肌肉的肋骨的生长幅度，就是每个人骨头的大小，第一个大小不一样，然后骨头的对有比较外翻的，然后有比较内收的，对，然后有些人比较宽的，有些人比较长，不会影响肌肉，可是这不是骨头。有些人他 maybe 不一定他的骨头是直接对称的，不一定，这个不是每一个人。还有教练，我有问你，是不是女生真的比较难练大块肌？你们的块状比较难出来，但你们的这个线条比较容易看到。你说腹肌线，对，男生的块状比较明显，女生是这两条，我们叫什么马甲线，叫马甲线，对。因为我觉得女生的腹部这两块很难练，很难，尤其是下腹，对，尤其这个原因是因为你们有子宫，对，天生的，专业的，男专业的耶，专业的。然后有些人会有6块，有些人会有8块，甚至有些人只有10块，这都不一定，这不是靠你练就可以练出来的，就是看你天生的长相，它就长得这跟你的长相是一样的。天生就很好长肌肉，有，因为我之前有看说那种随便一两下，然后就全部爆腹肌、爆青筋这样。有些人就是这里比较发达，有些人是这里比较发达，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对，对，像我是腹部比较发达，羡慕。然后也比较发达，没有。瘦瘦，然后这样体重计就会觉得怎么会这么
我跟你说也很难讲，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胖肚子，但有可能他肌肉就是腹部肌肉是比较发达的。对对对，这是很难讲，对对教练。不好讲，对。对，不好讲。因人而异。没错没错，每个人不一样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搜寻自己身体到底是哪一块比较发达。对。嗯，因为我在自己练健身的时候，我有都会有，对，是有这样想法。强项跟弱项。没错没错，像我腿部的肌肉就比较弱，还有背部的肌肉比较弱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很强烈。只要更用力。我觉得有背肌的漂亮，因为背肌线条很。而且就是背部会有很多一些脂肪，然后女生拍照背就会看到丰胸，对，看起来很虎背。对对对对，所以这时候就是要靠背的那个背肌。教练，我就说我们要练背肌吧。啊，我们有练吗？只有一次，只有一次而已。那个回家我就没有再做过了。只有一次，很需要，真的很需要。好，我们还有30秒，还有30秒。四块腹肌有办法练几发吗？看他基因的问题，就是再努力的话，有机会突破。有些人有可以，有些人不行。就只能画出来，砍掉，砍一半。有些人他最后一块，最后两块都长在这，他下面长不出来。但有些人可以长到下面都可以，这个是没办法，这个是因人而异。大部分是一整块。我有看过10块的。10块的。有10块。长了吧？他就是很小很短的。10个。对。所以行不能靠。行不能靠练。对，你练只让它长大，但那个形是天生固定的。而且有些人他也是，有些人也是6块，但是他是上下上下上下。我以为他是说教练，我想要来个6块肌，我想要10块肌。麦当劳是不是？我想要一份。麦当劳。教练，我今天想要多2块。哇，好行。夜风明月，耶！给你的教练，教练上课呀，有话要来这里健身。欢迎。微电影，还有微电影。好，等一下，一样先从我们的两位应该还记得，但律师就不知道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先一样先站好，先从战斗姿势开始。站好之后，让你的都是右撇子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右脚往旁边移，跟与肩同宽就好了。然后右撇子的话，把你的右脚往后移45度。站好之后，宽度要保持住哦，中间的宽度永远是你的肩膀的宽度，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不要变成这样一直线，不是跟跳舞一样吗？宽度维持，然后右手放在你的下巴旁边，左手放在下巴前面 ，OK， 然后握好拳头，把你的大拇指包在你的四只手指头的里面，包住，不要让你的大拇指翘起来，包好哦，然后还记得直拳怎么打吗？是吗？哎，很好，好，律师，你看我们在打的，你就打过吗？完全没有，好，之后在打的时候，记得我们不要用手去主导，我们用我们的腰去主导。所以打出去的时候，你的腰是会动的，对，你的腰会动，腰会动。然后你在打右直拳的时候，我们是左直拳跟右直拳，右直拳的时候，你的右脚要联动一起转出去，右直拳右脚联动，右直拳右脚联动。好，左手先来个10下哦，左边的时候脚就放软就好了。让它有个弹性在就好，不要很硬，很像机器人一样。好，左边，一，二，三，然后吐气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好，换右直拳，一，二，右脚转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好，左右连在一起，用腰来动哦，记得要来左右来 ，one two。一二，再来，再来，再吐气 ，go， 5次，4次，3，2，吐气一，好 ，OK， 缓和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就把拳套给带起来哦。好 ，OK， 好。我想冲啊！但小心滑哦！冲啊！是现场。好，这个是右手。好，我把它塞到最里面。这个拳头。小心你的指甲，因为指甲不行。
再去救老师。我来尝试自己一个人在学校。有上次有成功，但左手进去的时候，等下塞到你的右手，它会碰撞的。好，小心你的指甲跟戒指。那个有微电影诈骗，前面就是个撞拳头，超帅。比较不舒服的，有塞子就是，对哦。好酷哦。哦。哎，会自己带哦。帅，帅。好，拜拜。好。最后还是需要教练拯救。我操！给教练来就好。进去了吗？悄悄。好锤锤，锤锤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好，等一下，一样，就从直拳先开始哦。好 ，OK。准备。你说拳套吗？拳套吗？还是？好，一样 ，one two， 两个 one two 就好。是。OK， 然后吐气哦。Let's go one， pop pop two， pop pop three， four， 腰转 five， six。7 8 9 10 再一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腰转 8 9 腰转 10， 好，休息一下下，等下再一次哦，滑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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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滑，所以如果你等一下会滑的话，我们再看看。会滑没关系。打得会热哎、欸。会啊，会热。很容易热哦。觉得自己很帅。很容易热、哦。好，等一下一样再一次直拳20下哦。20下。好，准备哦。然后在打的时候，每一次都帮我吐一点气出来，或是有一点声音都可以。哎，我很多声音。好 ，Ready， 准备来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六，七，八，九，摇动时，一，用好右脚一起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最后一次 ，OK， 休息一下，缓和一下。我觉得喉咙比较累。喉咙比较累哦。你好像很帅。对啊，我长得帅。帅一点，累累，喊比较累，喊比较累，喊比较累。好，脱了。刚用手机开始出汗，哎，里面很闷，其实全套里面很闷。好，要换高的哦。高的，他教一下，复习一下。复习一下，复习一下。好，等一下我们用侧面哦，侧面给你看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戴好哦。好，等一下侧面的时候，记得我们一样在勾的过程当中，一样是用我们的腰，都是用我们的腰去驱动，不是用我们的手主导。所以在勾的时候，左边向左，我从后面看看得到吗？左边在打的时候，先帮我，你在射箭之前，你要先拉弓嘛。对。你在打勾拳的时候，你在勾拳的时候，一样要先拉弓。所以在勾的时候，你的身体要先侧过来，侧过来之后再打左勾拳 ，OK， 侧过来左勾，侧过来左勾，一样是用你的腰，侧过来左勾，左勾，用你的腰送出去的感觉，送出去的感觉 ，OK， 好，这是左勾拳，右勾拳的时候一样，维持，先往右边拉，拉完往左边掏，往左边，右脚联动，右脚联动，右脚联动，用腰。对，都是用腰哦，所以勾拳会比较难一点点。然后等一下左右加在一起的时候，左边过去，右边就顺势回来。左边过去，右边顺势回。我们先试一次单一的左勾腰，单一哦。左边一个来，一、二，拉回来，三，出去先转四，转五，六转，七，很好，八，九。十，换换右边十个走，右一，右二，右三，右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最后，好，等一
等一下要合在一起哦。好。好，我们试一次五下就好了，左右合在一起五下就好了。等一下再正式来哦，来左右加在一起的一。1, 2, 1, 2, 3, 4, 最后一次走，好，缓和一下下，等一下正式开始哦。没有，还没正式开始。整头发哦，很长哦，好难，那个律动有点难。那没有打过会比较复杂一点点的感觉。所以像这样，对，像这样，小心哦。打到很痛。出去可以差不多这样九十度的感觉就好了，这边。对，不要很粗，不要很外面，就稍微往这边就好。对，手可以弯，对，勾着，勾着就好，勾着。对，不用非常出去，不是打巴掌的感觉哦，所以是勾进来的感觉。哈哈，你的手不会这样很甩的感觉。哦，刚好换手。准备喽，ready， 20次哦 ，1, 2来准备，1来走，2, 3，4。
上勾的时候一样也是勾的感觉，就是往上往上，不错，一样用你的腰哦，所以你会有一个，你看我的腰又会有一个扭扭，往上扭往上扭的感觉，然后往哎、欸、很好，然后加你的拳上去就对了，加你的拳上去，但是不要那么像逼你姐好不好？你有点太像逼你姐。我们就是往上往上，有一点像 B 莉姐，但是凶一点的 B 莉姐，好，凶一点的 B 莉姐，凶一点的 B 莉姐，然后手要往上打，要往上打，往上打，往上打哦。想象一下你的拳头在人家的人中这个地方，人中去打人家下巴到人中这个地方去打着哦。OK， 我先测试一下，各五个，好，五个就好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不怕，不怕，不怕，不怕。那怎么办？你接手好了，我接手。好，接手。好，好，你再上勾哦，上勾一样，准备喽，五个，来，一，好，二，用腰上上来，三，用腰，很好，四，上上五，好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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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很好，很好，重心在哪里？会往后吗？那不要，重心在自己身体上，不要往后，也不要往前，身体都在中间，重心在中间的感觉，在中间，那是一个感觉。一种律动感，一种律动感，但是不要太律动，一点律动就好，不要太律动哦。好，好，只要记得打完两个之后就放回来你的脸前，好，就不要放下来哦。好， okay， 准备，三二一，来上勾，一，哈哈，二，哈哈，三，哈哈，很好，四，哈哈，五，哈哈，六，上上七，哈哈，八，哈哈，九，哈哈，十。一勾勾二来勾上去，三，四，五，腰在动六，你的腰来七，八，九，最后一个，哈哈 ，OK OK， 缓和30秒，再下一次，还有一次，最后一次了，腰在哪？最后一次了，腰球，感觉不到腰啊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我的腰在哪？喘了吧，我们终于有了嘉宾，喘了，会喘了，你是我们第一个会喘的嘉宾，其他都好像不会，你说其他都真的都很厉害哦，都有在练字，他脸说哈哈还在，哈哈，还有吗？哈，这么都不说，这被毕丽姐了，真的累，真的累。好，准备喽！一样吗？最后一次，一样上勾拳，最后20下就结束。好 ，Get ready。OK，Let's go， 来一，二，三，上，四，五，腰转，六，腰，七，用腰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个一，二，三，吐气，四。轻松一点，我放轻松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九，休息。OK， 休息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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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样，要喝水，喝水，要休息，休息。想揍人了。谁？现在目标应该只有一个吧？对。其他都在全套啊。谁嘞？那什么时候可以进阶？就教练拿两个，然后我们。三个人打一个吗？不是，不太公平哦。泰拳会练那个吗？就是你拿，就是拿的，对。我会拿把，我会拿把给你打。会啊，会啊，会啊。直接人数众多，所以不太适合。我会被打死。对，是打你一个。可以。目标明确。打一个，打一个。太暴力了吧？我们的力道像按摩吧？对啊。是按摩一下。还是你要秀一下闪躲技？可以当保护色。你们打我闪吗？对啊。很专业的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们都乱挥。可以啊，当然没问题。我想看一跳，你攻击，然后一边躲，然后攻击，然后躲。攻击一边躲。对。我等一下，我手残。我帮一下，还是我在看你。可以，来帮忙抢红包。他帮忙抢红包哎。好，我可能需要帮忙。我帮你拿吧。对不起，我抓不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换下一个喽。等一下是我们的轴，等一下
是我们的肘哦。放一当法。好，因为泰拳的肘有分很多个角度，我们就先从最简单的平肘，这个叫平肘。所以出去的时候一样用你的腰去带哦，都是用腰去带，不要用，就是只有手去靠，用你的腰带出去。然后对，然后左手保护好你的脸。在打任何的武术，任何的不管是哪一种武术，拳击、自由搏击还是散打，还是踢拳还是泰拳，你的只有一只手会拿下来，你不可能两只手都拿下来的。一只手出去，一只手就要保护好，不然你的破绽会很大。难怪那个电视都说不要打我的脸，因为拳击是专门在打脸，专门我们会攻击脸，专门会攻击脸跟身体的部位。脆弱的地方。对，然后手肘这个地方也是专门在攻击脸的地方，所以这个通常一下就晕了，通常一下你就会倒下去了。通常啊，对，不可以被打到。对，就算我被打到，我可能会晕哦。对。好，等一下在打的时候也是，我们从右手先开始。好。我们左手保护好，保护好之后，我们的右肘靠出去。靠。然后小心你的拳套不要打到自己的脸哦。靠出去。靠出去。对，靠出去。会到这边而已。对。你想一下，用这个地方去打人家的脸，所以你会这样靠出去。那手会超过左手？不会。啊？就是左右手不会超过左手，右手不会超过左手。你说这样子哦？对啊。哦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就这样子。放在里面。好。对，你左会含在里面，它会含在里面。教一下。对，身体转，然后手肘带出去。好。所以你的手肘会过到你的脸的旁边。过到脸的旁边。对，你的手肘会过到你的脸的旁边这个地方。好。对 ，OK， 准备，我们先十个试试看。好，右边来一个，二，三，平平的出去是四，平平的就好，五，平平的六，七，好八，九，one more， 好，一样，左手是十个，看看喽，四十个，左手，四十个，四十个，试看看十个，试看看十个怎么样？左手来一 ，two and 二 ，two 三，跳出去四。五，好六，右手保护好七，八，保护好你的脸九，最后一次，还好吗？好，还好哦，很正常。好，等一下左右就加在一起哦，然后一样，左边先换右边 ，and 一 and 二出去，然后你在打的时候要有一点加压的感觉，所以不是走这样，你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，你要一个这样子的感觉，有一个加压感哦。我去，明天这里会酸。可能会，背比较酸，背。打完的时候，对，因为这边要一直转啊，对，这边要一直转。好，准备喽，左右加在一起，左边先一样二十下，一，小心点哦，不要打到脸哦。三二一来，一 ，one two and 二 ，one two and 三，好，来四右手，五左手，很好六，七，我们抬高八，哎九。再不耸肩哦，十，一，哈，哈，来二，来八，哈，三，来四，六，五，六，来七，八，手肘九，手肘肘 ，one more， 啊 ，OK， 现在都没声音了，休息，快累死了，是不是？冷气可以调低一点吗？很喘，很喘哦。这样，这个很好玩呢，好好看哦。对啊，看起来很，你这样很专业。知性哎，有默契。很好很好。双手一个，你看久了就不会护头了，根本忘记。对，就是。好，重点是你打你这边的时候，你要回来，就是你要回来打，要记得回来。对，要回来打我，要小心哦。会被打，一定要保护好。我也觉得动作很帅，有人说这动作很帅。保护好脸。我也觉得动作超帅。不要惹我！好，还不赶快抽奖？你在干嘛？保护学霸，快！好，准备好，我们第二次就好，一样二十下。好，准备战斗姿势，准备好。OK， ready。好，中间给我一个肩膀的宽度哦，不要变成一直线哦，这跟重心有关系。Ready， 手肘记得抬高，来三二一，走来一，来二，很好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抬高十，
跳，一、二、三抬高，四抬高，五、六抬高，七抬高，八抬高，九 ，One more。要喝水，喝水，要休息，休息哦。今天的主持棒交给老胡，把主持棒交给老胡。真的时间过很快，很快了，40分了，42分了，42分了。会不会不行？快哦！不舍的时光，我不行了。听说今天会有脚，是不是？嗯，现在就要脚喽。好，下一个就脚了。等一下是膝盖，对，等一下是膝盖。有人留言说我快往生了。跟着做的人有跟着做、阿恒，是不是眼神很帅气耶？说谁？哪一个？就一个，对，没有了。我根本没有在镜头里面，是你们三个在镜头里面。对啊，三季里面可能有一集。他说大家哎、欸。哦，有人说有不够累哦。不够累，看起来哇，我不够累，不够累吗？谢谢。谁这么坏心？来一起做啊！来试着跟着一起做看看。好，膝盖放。要，我们要还昨天的债，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吃太多了。冰淇淋。冰淇淋。冰淇淋。什么冰淇淋哦？我吃了2次冰淇淋，现在要还了。还债，还债。好，准备，我们换膝盖哦。好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这次就是我们刚刚开胯的目的了。等一下会用到，等一下一样，战斗姿势准备好。香菇。啊，没有，这个不要想，跟香菇没关系。好，等一下记得出你的膝盖的时候，你的脚背一定要往下压好。不管任何，只要泰拳，你只要脚抬起来，你的脚背就习惯压着。OK， 所以这样子很容易吃萝卜。所以为什么要压着的原因在这里，只要抬起来，不管你怎么抬，都是要压脚背。OK， 等一下右脚先，我们右脚在后面嘛。右脚起来的时候。我们在撞的时候，不是只有敲，这样就用敲的，有没有？你是往上敲，那泰拳你要往前刺，所以刺出去的时候，你要用这边的髋骨，我们叫胯，我们用胯的力量把它往前刺出去。对，然后你的手往下压一下，然后往前刺出去，很像刺枪术一样，宪兵图式那种，然后往前刺出去，然后手不能这样子哦，手不要这样子。你这边安诺，不是这种哦，你的脸就会被打爆，所以你要我压一下就回来了。压一下就回来了。对，好，我压一下就回来了。很好，脚背记得压哦。对，要往前顶，所以不是只有往上靠，你要刺出去的感觉。对，刺出去，这边压好，这边压好。对，很好，好，准备哦。但手不要这样子哦，我不要这样子的手，我是这样子就好。我不要这样子。我不要 Michael Jackson。不要刺出去就好哦。好，准备哦。好，我会慢慢的，一下一下来。好，十个就好。好，右脚先。那应该不敢飞起。来十个，来一次，刺，喂，小心站好。二，刺，三次，四，脚背压，压脚背，五压，刺，六，七次，八次，手拉一下就好。九次，保护好脸。十。好，但是也不能不动哦，要动一下，这是加压的概念。只需要保护脸就好了。不能，你不能完全不动啊。再转过来，你不能完全不动哦，脸还是要，还是可以打开一下，一下下就回来了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换左边哦。我拿手机来当桌脚后板。换个架子。对，右前左后，然后刺上去的时候，我们模拟一下，一样刺上去，很好，刺上去。好，小心重心哦，然后压一压脚背。好，左脚就直接摆后面喽。好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来十个一。小心脚尖站好哦。二，拉一下，手拉一下。三，拉一下。四，拉一下。五，很好。六，拉一下。七，拉一下。八，九，吐气。十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缓和一下，缓和一下。Good。左右，这个没有左右，这个不左右，没有，还要一些核心，对啊，没有核心跟头的力量，感觉没有用到力，感觉，对，感觉，所以它不能只有往上，你要有往前的那种，对，顶出去，对，你要顶出去的感觉。然后膝
圆的还是直？它什么意思？它是这样子还是这样？哦，它是一样。泰拳它有分这样刺出去的，然后侧边的。哦，回旋踢。有一个，因为你在两个人在对打的时候，你不是只有这个方向，你会有这个方向，所以有可能会扣着它往旁边撞，这样子。你不是只有往前。把它撞歪。因为它如果这样挡着，你这边撞不进去的话，你就要从旁边撞，所以你要从旁边撞，你可以扣着这样。你考啊，对，不太一样。那我们今天就是直的就好了。算是往前的，只有直的。我们就是往前就好。转。对，直行。好。我们叫直行。好。对。好，等一下再一周。好。右十个，左十个。准备。来，右边开始来，一。哈。二次。哈。三次。哈。四次。哈。五。哈。六。哈。七次。哈。八。哈。九。哈。最后一次，好，换左边。最后一次，等下喝水了。左脚后摆 ，Ready and let go， 一次，二次，三，四，五，保脸，六，保脸，七，还照拉一下，八，四来九，最后一个，好，喝点水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浅一点。哎、欸，他是所有来宾最累。有点衰，真的，这才是正常的，对，这才是正常的。没有啊，他是说今天的课程是最累，真的、哦。的确，四次里面，的确是我们四次里面最累，最累。没有，我梦想就要拍个大片，他就想帅，对，他想帅，帅是对的。换手机，那我现在放手，他就可以换手机。全套可以拿掉，我们等下收操。好，嗯，等下收操。是差不多了，是。好啦。好，已经五十分钟。我们可以打沙包哦，打沙包。你要留下来打。沙包。直播完留下来打。哪里有沙包？沙包，沙包。有人说应该是因为两位昨天吃多才加强。所以你们是21号那一天要量最后的体。22号。我就当天量。放松是。好可怕，那你们22号哪敢吃饭呢、啊？对啊，直接见真章。等一下，我想。当天不喝水，吃饭有机会掉脂肪吗？我完全没有，对啊，其实没什么用。量脂肪前到底要不要喝水？有两种讲法。喝到二种不？因为有时候喝水会那个增加体重。我说当天。不会了。当天的。增加体不会体重吗？这样体重。不会了，照喝照吃。好，真的、哦。体脂。你的脂肪升或降不是一两天可以决定的。也是啊。甚至一两个礼拜都不一定可以决定。所以对吗？那我们要怎么决定？哦，一个月可以。啊，一个月不行吧？哈哈哈哈哈。他点想要开脚理由。一两天掉的体重都是假的。啊，老胡这摇头，他说我们那天就算不吃饭也没有用。没有用。没有用。那只是体重没有到而已。啊。那我们82当天没有任何抱佛脚的机会吗？没有，当天不可能。我跟你说，你们从今天开始都吃水煮鸡胸肉，然后吃鸡蛋，然后吃地瓜。可以，绝对降。大概到不了现场。然后每天喝1500到2000cc 的水。对，没错，每天喝2000cc 的水。对，狂灌水，狂灌水。而且2000就够了，不用到狂灌。而且我告诉你们，其实是狂灌水才会有点脱水。真的，真的。对，水太多。对。你真的很强哎，真的很老实。怀念哦。你们以为一直喝水会水肿，可是其实你喝很多水反而会会排水。对，你反而会排过多。因为他觉得你在对，然后你就会涂比较多水。是啊。因为以前我要为了拍 MV， 为了要看起来很瘦，很脱水，所以我故意就一直灌水。还对，在那一天拍的前一天，我一直喝水，狂喝水。他说喝很多水会水肿，是怎么回事？那是你前一天吃太咸，你吃太咸再加水分，你就会整个水肿。所以我前一天跟水没关系的，所以我前一天千万不要吃宵夜，然后不要吃咸的。别人都骗我说睡前喝太多水，第二天会肿起来。没有，之前的。谁说的？要出来！出来！妈妈出来！我妈妈，不好意思。妈说是对的，妈说是对的。要听妈妈说，要听妈妈。抱歉，妈妈。那我们来收操一下。我们来收操一下。来吧。那很简单，一样把我们的双脚给打开。好的。我就叫你们看啊，侧面哦。好，你们坐就好啊。开，这个我最弱了。你能开多开就开多开，
超弱。来，好，小心不要撞到彼此哦。好，彼此可以过来一点点。我没差，你们在镜头里面就好。好，开了，能很开了吗？最近开了吗？不要紧，你最开就好。然后让你的脚不要弯起来就好了。好，膝盖压着哦。然后我们从右边先，好，我们右手跟左手尽量摸到你的脚尖，尽量摸不到没关系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然后回到中间，压着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然后换到左边，好，摸着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好，回来休息五秒。是不是我跟你是一样的？我超硬，一起下不去。你家还是最软的那一个。你真的不笑？好，准备怎么样？从回到右边，我们各三次哦。右边五秒开始。是太硬了吧？我刚没看到二一来中间。五四没关系，能摸多少摸多少。二一来左边。我赢了是了吗？我赢了。我跟你赢了。因为他连摸脚尖都摸不到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回来五秒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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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了。所以我绝对不玩瑜伽。不对，我就是。你会痛死。对对对，我就通讯而已。你会痛死。我瑜伽完全被超死，所以我看人家那样很美，这样我没有，我的腿可能整开。做不到，做不到。我们来看前方做瑜伽的时候，打不开，对，打不开。老师，我卡住，我下不来了。老师，我帮不了你。好，然后我们最后一次哦。好，回到右脚，五秒开始摸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老中间。是的，是是。下去，五、四，尽量就好，三没关系，二、一来左边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好了，好了。好，缓和一下，缓和一下。爬到。还好吗？我正臂真的不行。正臂真的不行。对，正臂侧还可以，可是也没有很强。我正臂这个强，正臂超弱。你这个强。对，侧臂比正臂好一点。我侧臂也下不去。碰不到小姐吧？碰不到，头伤。这样子，因为这有些人左脚比较好，有些人右脚比较好。对啊。对啊，有的我是左脚比较好。但其实你们更适合上瑜伽，就是硬才要上，不是软才要上，是硬才要上。对，你们是需要。我是适合，我是需要，是因为我上瑜伽也是团体课，然后看大家超软，不知道尴尬了。对，很尴尬，然后自己可能下不去。我们团也是，就我们常常会有拉筋的时候，其他人就直接一直往下去，然后就应该差不多吧。怎么办？越硬越要拉，只能这样子。今天呢，其实算是在这个健身房的最后一次。
我今天我们两个那我跟到最后，对啊，你要再回去。我今天让老图来讲一下对我们两个的感想。哦，现在吗？对啊，我们进入感性环节。感想，什么样的感想？你说我认识你们到现在，对啊，是很认真的两个女生哦。是真的，真的，我是说真的。商业吹捧。我说真的。我不认真会被。因为我现在。会被两个读书，然后上次就是我不认真啊，我真的我已经抬不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不要那么偷懒，我真的起不来了。因材施教，那要因材施教，这不能逼迫我的这种东西。那有感觉到我们这一个月来我们有进步吗？进步吗？有啊，上次教你们器材，你们就会做了，而且你们的重量也变重了。我说做的重量，稍微嘛，我上次有用到15公斤的那个。对啊，你这个强。对对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而且你们两个强项不太一样。对对，你们两个强项不太一样。我在腹肌上一枝独秀。有目睹到，你的腹肌蛮强的。只有腹肌了。只有腹肌，相对你的腹肌就稍微弱了。对，我的大腿比较强。对，他的腿比较强。那个腿推好恐怖哦，你有玩过那个腿推吗？我什么都没有加，然后我就快被压住了。那你就是腿，你可以就长练下半身。对啊，就有时候要多深蹲的。好，我们已经要关播倒数了，啊，2分钟。我刚刚讲2个小时，对不起。两个小时关播。我拿着，然后倒数，时间一到就拜拜。好，今天就是拜拜。老虎唱歌，然后那种老虎唱歌怎么办？不要，熊熊。我一定要上吗？我要上吗？不要啊！我唱歌现在就要关播了，会被强迫关播。最后一首关播，会被强迫关播。老吴唱歌，他说老吴唱歌。醉拳，我不会醉拳。醉拳，我不会醉拳。不会，我不会。好，我觉得在这边健房，就是我们算来了五次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自己私底下有来练习一次，然后就会觉得是一间非常，这很优质的健身房。环境有舒服，对。然后因为每次其实我们只播1个小时，但是就会觉得想说要不要再留下来多练一下。哎，结果嘞？有，上次有练腹肌啊。有，我还有抓。真的是练一下，就是一下。真的有，真的有。不到1分钟。不到1分钟结束。但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从来没有来过健身房的经验，所以就是我们的初体验。然后也因为有老胡，老胡虽然很忙，但是一直有抽时间出来教我们很多器材的东西。玩了很多，但是还没有跟你们分享。我们下次先动再慢慢剖。对啊。就是初体验感觉很酷。我们未来可以找你吧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，没问题。那就麻烦老胡的空中瑜伽啦。哎，这个没有化妆。我是老师，我卡住了那一面。老师，我卡住。那两个会卡住我，我们两个脚会卡住。我们一起啊，我一起。对，我会跟你们一起卡住。怎么办？30秒了，大家。我现在练一下。今天的第五名是是你的粉丝，徐丽丝丝小师妹，耶！谢谢。是我，看书很。今天的第四名，水花。第三名，小熟。第二名，玉安。第一名，叶冬燕。5、4、3、2、1 ，Happy New Year！ 谢谢。拜拜拜拜，今天都没有顾到你们。